在后面捡个漏啊，这条可以哦，看到没有？这条可以。后砍的话有黄鳝的几率要大一点哦。你们看到黄鳝没有啊？啊？是不是幻觉？刚刚是不是有一条的嘛？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说，只要下过雨啊，这种稻田里面平时很硬的啊，但是它有黄鳝，它都会跑出来，发现没有？开始会咬人了，现在感觉。上货，兄弟们。在这个牛脚印里面，是不是发现没有？牛脚印里面，如果说我不仔细的看一下这种牛脚印里面的话，基本上就会错过这种货。刚刚下过的雨的稻田里面啊，有草，有草的话要找仔细一点，不然看不清楚。靠近的话就看得清楚了，都是躲在牛脚印里面的。真的，这里有一条，我翻车不是我的问题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翻车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黄鳝不正经，兄弟们，看着啊，水有点红啊，我们夹这边啊，夹这边，哇，这条大哦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这条大。那里有一条，刚刚开始只发现了一条，我还在想要不要下去，是不是？三条，兄弟们。遇到这种情况呢，兄弟们，我们要先挑大的哦，先挑大的。哎呦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条跑了，第一条想跑啊，先把。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会先挑大的抓。哇，兄弟们，可以哦，第三条。不要跑，一下子连上三条，兄弟们，看看全是草的稻田里面，只要有水也有大货，看到没有？还可以啊，这条，他发现我了，啊！哎呀，高兴的太早了，兄弟们，高兴的太早了。这里还有一条小的呢，大的那条没了。大的那条，哦，这种是整条跑出来的哦。哎呀，尾巴像弹簧一样的，兄弟们，尾巴像弹簧一样的。我不喜欢这种哦，不喜欢这种。一点点尾巴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缩进去了。完了，我要动手，兄弟们。哎呀，缩进去了。我还以为我踹两下它会跑出来，怎样？等一下，我把，稍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把袖子弄一下，我要摸一下这条大，那个尾巴看起来很大。尾巴看起来很大，等一下，我动手试一下。刚刚从这里进去的，泥巴很硬，黄鳝是往哪里走了呢？这条大呀，也没有往下走，摸一摸。会不会往这边跑了？应该不会啊。可是我摸了没动啊，就看到尾巴往里面走，摸了没动。等我看，哎，在这里，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摸一摸它就出来了啊！我是不是说这条大？看到没有？还可以哦。